在文理要的具体要当中呢，前面的四味要是重点要去掌握的，下面呢两味要就是熟悉的，这个小茴香和丁香。那么我们这两味熟悉的药，首先介绍小茴香。那么小茴香呢，最早在古代的《本草文献》里面就没有"小"字，就是"茴香"二字。而且在最早的文献里面，这个"茴"字还没有草字头啊。那么这个是个调味品，大家都知道。那古人把它作为那个烹饪食物的一种香料，不但能够增加普通食物的那个香味儿，认为呢稍稍有一点异味的啊，比如说过去那有没有什么冷冻保藏啊，什么冰箱之类的，比如说夏天那早上的肉可能到中午就微微有一点异味儿，那么加上这样的调味品呢，前人认为能够使它的原有的香味儿能够恢复啊，再回到原来的香味儿的那种。状态下，实际上，准确的讲呢，是掩盖了一些不良的气味，不是让香味恢复了啊。这茴香的本意是这样，从这个烹饪当中得来的。那么，因为它是一个草本的植物，所以这个后来加上草字头，这个植物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它这个幼嫩的苗，那么这个叶是很细的，呈这种丝状的。那么也是一种调味品，很香的，那么它这个成熟的这个果实啊，作为药用色，那么这个是新鲜的时候，好像还有这个绿的颜色。那么晒干了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这种黄的，就像那个水稻稻谷那个外壳一样。从这个大小形状也是比较粗糙，所以在文献里面呢。根据它这样一个特征呢，山上又把它叫做"谷茴香"啊，像稻谷那个外壳一样啊，所以有"谷茴香"的这样一个称谓。那么后来由于有了另外一种茴香，就所谓的"芭蕉茴香"啊，那个"芭蕉茴香"呢，它是来源于那个比较高大的乔木植物啊，这个是属于木兰科的，就是厚朴那一类。很大的树上结的果实，那种聚合在一起的骨头果，那么那个有几个那个骨头果聚合在一起，一般那个呈那种四周散开的，好像那个角状。那么一般呢，可能就是5到8个，所以称为芭蕉茴香啊。那么芭蕉茴香呢，个头比较大啊，个头比较大，那个直径呢，有的可能就有4、5公分的都有啊，2、3公分的很普遍。那么相对呢，这个茴香呢，个头就很小了，所以就把那个芭蕉茴香，他们因为在气味儿，就是性能、功效、应用方面，都认为是一致的，所以就把芭蕉茴香呢称为大茴香，相对于大茴香呢，又把这个称为小茴香。那芭蕉茴香呢，最早呢是一个外来的药，所以又称为坡上茴香。啊，好像舶来之品，船上运来的，经过海运，所以今后大家学方剂学或者这个一些临床学科里面说的这个坡上茴香，那么指的主要是芭蕉茴香啊，实际上它们的应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啊，这是关于名称啊，所以古代见到的茴香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小茴香。这个小茴香呢，既是一个温里药，又是一个行气药。那么，作为一个温里药，它是一个散寒止痛的，啊，基本功效就是散寒止痛。那么，散寒止痛呢，两方面，一个是温中，第二是温经。那么，温中呢，那么是治疗中焦有寒或者中焦虚寒的。那么，和前面学过的干姜、五茱萸等等啊，以及后面的这个温中的药，其实都一样，是用于中焦有寒的。那么，不过，根据这个中焦有寒病症的临床表现不同，那么分别，比如说有没有饮食积滞啊，有没有这个脾胃的气虚，如果有，那么配伍消食的，配伍这个补气健脾的。那么另外呢，根据它的主要的症状，比如说以疼痛为主，以胀满为主，或者以呕吐为主，或者以腹泻为主等等啊，
不同的临床表现呢，配伍一些针对性很强的药，这些原则都完全一样啊。那么这个第二个温经止痛呢，那么主要是温散经脉当中的寒邪，就治疗寒邪阻滞于经脉引起的一些疼痛症。那么这个温经止痛的主要适应症呢，比如说一个头痛啊，寒邪这个侵犯了头部的这个经脉，比如说像吴茱萸汤啊，用吴茱萸这个这一类的。另外更多的这个温经止痛呢，就是指的腹痛啊，下腹部啊，下腹部有的就称为小腹痛或者少腹的疼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疝气啊，疝气。那么疝气呢，主要就是指男性的睾丸肿胀疼痛为主，或者有的这个因为小肠刊登的腹股沟啊形成的这个胁疝或者小肠疝啊，这个呢是认为呢与这个肝经的寒凝气滞关系很密切的啊。所以这个呢，什么叫疝气呢？那么今后临床学科里面详细的去讨论，因为历来这个所指的范围不完全相同。在比较早的文献当中呢，把这个小腹有一些这个疼痛很剧烈的病也把它称为疝痛啊，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是不一样。当然现在呢，主要是指的这个胁疝或睾丸的肿胀疼痛的这一类的这个病症。那么小茴香可以用啊，所以用于疝气痛啊这一类，用它来散温经散寒止痛。那么前面的像肉桂啊，或者这个就是包括附子或者吴茱萸这些，它都能够温肝的，温肝其实对这个疝气痛或者小腹的寒凝疼痛都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小茴香也没有什么特殊，也是很常用的，和那些药也经常配伍在一起，肉桂或者吴茱萸啊，这个是在散寒止痛方面。它作为一个行气药啊，它又有这个行气止痛和行气消胀的作用。我们下一章就要讲行气药啊，行气药主要针对的气滞的胀满、气滞的疼痛。那么这个小茴香呢，是既能消胀又能止痛的一个药物。它作用的部位呢，既作用于脾胃，又作用于肝。那么行气药主要就作用在这个肝脾或者肝和脾胃。那么这个所以说小茴香呢，也是作用部位比较广泛的，既能消胀又能止痛的一个行气药。那么常常呢可以用于这个脾胃的气滞和肝郁气滞。那么前面讲的这个疝痛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肝郁气滞有关的一个病症啊，小腹也是，这都是肝经经脉循行的部位啊，所以它都一方面是散肝经的寒邪，另外一方面就是行肝经的气滞啊，行肝经的气滞。那么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呢，那么就是小茴香呢就用于这个肝和脾胃寒凝气滞并见的啊，并见的，它既用它来散寒，又用来行气消胀止痛，因为它是一个温性比较强的药。真正的热症，疝气也有热症啊，那么可能不是非常对症的。如果要用呢，少量的，一定要配伍比较多的清肝热的这一类的药物。所以这是小茴香的情况。那么它最大的特征，它就是既是一个温里的药，温里药呢，它属于这个散寒止痛啊，既温中又温煎，同时它又是个行气药。我们学了下一章行气药，回过头来再来理解这个小茴香，那么这个有这些问题就认识就会深入啊，深入。其实前面的吴茱萸，准确的讲也有一点行气作用啊，它偏于止痛啊，对于肝经，比如说用于疝气啊、小腹痛也有关。下面一味药丁香啊，丁香，这个是这个桃金娘科的常绿的乔木植物啊，这个丁香树啊，它这个花蕾啊，它的花蕾把它采摘下来干了以后呢，它就像一个钉子状啊，一个钉子状，就是我们下面这个药材上面大一点，下面尖啊，很像那个过去钉鞋那个鞋钉那种形状，所以把它叫丁香，有的就叫丁子香，因为它香气也是很浓烈的，香气很浓烈，像一个钉子状啊，所以叫做丁子香。这个嘛是指它的花蕾。另外它成熟了的果实
那么就像那个鸡的舌头啊，所以又叫鸡舌香啊，就叫鸡舌香。那么相对来说呢，常常把这个它的花蕊叫做公丁香，把果实呢又叫做母丁香。其实它就是同一种植物，它这个采收的不同时候啊，一个是花蕊，一个是果实。那么一般呢用的丁香呢都是花蕊，它含的芳香性的挥发油比较多，芳香性很强，所以它温中散寒或者温经散寒止痛的作用比母丁香要俊猛一些，作用要强一些。所以这个母丁香在临床上呢用的比较少，主要是用的是公丁香，就是花蕊。那么这个丁香呢，它主要是一个温中的药啊，温中的药，所以它的第一个功效里面呢就没有写散寒止痛或者这个驱寒止痛，强调的是温中，它又有止痛的作用啊，又有止痛的作用，所以它就用于中焦有寒而且以疼痛为主的一些症状，那么和也是和小茴香和吴茱萸没有什么区别应用的时候。那么它最大的特征呢，它在温中的同时在这个降胃气方面作用比较明显啊，常常用于这个胃气上逆啊，因为中焦有寒或者中焦虚寒啊，所以功效里面突出了它的降逆二字，所以它功应用里面呢主要是用于胃寒的呕吐膈逆啊，或者嗳气。呕吐膈逆嗳气呢是胃气上逆表现出来三个不同的症状，这个可能从通过中医学基础诊断学的学习，那么同学们肯定能够这个区别出来。呕吐呢，那有经常有的时候能够吐出一些内用物，那么嗳气呢，好像我们现在喝了汽水啊，因为里面二氧化碳，有时候这个气往上冲那样子出现的一个症状，那叫嗳气。隔年呢，那要发出响声，那个很难控制啊，所以这个都与胃气上逆有关。那么丁香呢都可以使用，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温中降逆的治疗胃寒而胃气上逆的这个恶心呕吐隔年或者嗳气，这些都能使用的一个药物。那么这是丁香在温中药当中它常于降胃气降胃逆。另外呢它有一点温肾助阳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不明显啊，比较微弱，所以在古方里面呢常常作为我们以后要学的补养药或者我们前面学的肉桂或者附子这些药物的一个辅助，所应用并不多。但是现在研究呢，有的人认为他通过观察呢，之所以丁香能够表现出温肾助阳呢，它主要是因为丁香里面含了很多这个芳香性的挥发油，那么芳香性挥发油在排泄的时候呢主要经过泌尿道来排泄，所以小便里面有相当高的含量，那么在排泄的时候呢对这个泌尿道就是尤其是男性啊，那么它就有一个轻微的很温和的一种刺激，可能反射性的就可以引起这种性兴奋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相当于中药当中的一些壮阳的药物，所以常常和一些温肾壮阳的药物配伍在一起，但是认为反复的这样刺激那么是一个有害的刺激，所以又不主张在这个补阳真正是肾阳虚的患者当中并不主张使用，说真正是那种属于阳痿啊这样的一些要壮阳的，那么它通过这种刺激呢可能有一点点那种辅助作用，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补肾阳的药。这个呢供参考，也只是一部分人的一个观点，它一个观点呢那么据报道呢也是经过了认真的研究得出来的啊，所以可能可以供这个参考。不过这个药呢在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温肾阳方面呢是很少很少使用，在古方里面应用也不多，在当代的临床上呢应用那就更加少一些了。要注意的是这个丁香呢属于十九味的，它不能和郁金同用，郁金今后活血化瘀要讲，这两个药呢都没有毒性，都是常用的，所以认为不能配伍在一起。但是这个药队呢又是古今以来出现配伍在一起最多的一个药队，在这十八反十九味当中这一对药啊，
所以一度的有人认为这个不应该是配伍竞技，那也是这个反反复复的啊，有的时候取消，有时候加上，但是在目前没有完全把它搞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留，因为这个19位的原文里面的啊，这个丁香、墨鱼、郁金剑啊，两个最好不在一起配伍。这是关于丁香，那么剩下来呢，后来5味药啊，都是属于了解的，啊，很次要的。那5味药都是温中的，那么第一个是高粱姜，那么它也是姜科植物的根茎。就像这个干姜一样，用它的根茎入药，所以它的功用和干姜基本上是相似的，只不过呢，一般认为它的温热性质呢还要胜于干姜啊，所以它的散寒止痛啊，有时候在干姜之上，那么也有一定的止呕的作用。干姜也不是绝对没有，所以干姜你写上一个止呕也并不错，所以它和干姜在温中方面是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散寒止痛的作用稍稍强一点。而这两个药呢，常常配伍在一起，比如说古方的二姜丸，就是高姜、干姜和高粱姜两味这个类似的姜类药啊，那么互相呢增强疗效啊。这个花椒啊，花椒呢以四川为主产地最有名，所以有的把它叫做川椒。那么四川呢属于西蜀蜀地。所以又叫蜀椒啊，所以从秦汉以来呢，很多文献上呢就叫蜀椒、川椒、花椒啊。那么这个也是四川川菜当中最有特色的啊，不但辣，而且有麻味儿，就是因为有花椒的这个原因啊，所以有很浓烈的麻口的这么一个滋味，是它药材很主要的性状。那么花椒也是一个一般的温中止痛药，所以也是这个胃寒或者脾胃虚寒的啊。他们和前面的药一样的用，这个我们也不再专门介绍了。另外，它有一个驱蛔虫，那么它的驱虫作用不同不强，所以一般很少把它在驱虫当方的方当中作为比较重要的药。关键是它既能驱虫又能止痛啊，尤其是在蛔虫这个不安静、躁动的时候，有疼痛的时候。所以花椒它既可以用于驱蛔虫的方，又可以用于安蛔虫的方。比如说今后那个乌梅丸，为什么要安虫？我们在讲驱虫药的时候再来讲这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呢初步的了解，那么这个花椒作为一个驱虫药，它主要是用于蛔虫症。那么蛔虫症在有腹痛的时候和没有腹痛的时候要驱虫的方当中，它都作为一个辅助的药啊，一方面是止痛，一方面是驱虫。另外，外用的时候呢，它可以杀虫止痒，可以治疗一些皮肤寄生虫，比如说这个螨虫、疥虫引起的一些瘙痒。另外呢，它也能潮湿啊，潮湿。所以对于这个，比如说寒湿阻滞啊，对一些湿疹、湿疮啊，这样引起的皮肤瘙痒，这个花椒煎汤外洗也有止痒的作用。所以它的止痒，一方面是通过杀虫。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它有一定的潮湿作用啊，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药。所以这个花椒，那么就除了温中以外，那么就是它外用和内服分别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啊，多一点。那么后面还剩下3味药，这个附椒、荸檗、和后面的荸陈且啊，这个3味药呢，这个都是很相似的温中止痛的药啊，温中止痛的药一般就用于脾胃有寒的病症。那么这三个药呢，它在古代都是同科属的近缘植物。那么这个荸檗呢，它也是一个附椒科的一种植物，用它的这个果序啊，果序用来入药。那么我们讲义上这个拉丁名里面这个 people， 那么就是直接把音翻译过来啊。实际上就是音译，名称这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附椒呢，也是这个荸檗属的啊，荸檗属的，所以他们前面的这个拉丁名里面的俗名都是一样。后面这个荸陈且呢，按照正品在古代也是附椒科荸檗属的，他们三个是同科同属啊，作用
基本上都是所以说大同小异，只是说这个鼻唇结兰后来由于它主要是产在热带地区，后来慢慢的在国内找代用品，现在的代用品呢主要是樟科植物这个山鸡椒的果实，他们用它来代替传统正品的这个鼻唇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三个药基本一样，就是个大家就记四个字就对了，就是个温中止痛啊，主要用于脾胃，其实都是调味品啊，都是调味品。那么这个多做一个常识性的了解。那么至于胡椒呢，说一下它的名称。那么这个胡椒科，这个枇杷属的胡椒，也是它的这个果序，把果实收集起来。如果采收的时候，这个果实比较偏嫩，还是青的时候，就不去掉果皮。那么干了以后呢，这个果皮就皱缩，然后就附着在这个它的果壳的表面，就是一层黑色的不平坦的，那么这个就叫黑胡椒啊，黑胡椒它采收比较嫩一点，不去掉它的果皮啊，让它直接附着在上面。如果采的时候比较成熟一点，然后采收了以后，把这个表面上的这个果皮把它去掉，比如说用揉啊、搓啊、碰撞的方法，然后去掉了以后，让它的果皮这个果皮呢露出来啊，那个硬的那就白胡椒啊，所以白胡椒和黑胡椒是同一个品种，采收的时间早晚稍稍有一点不同，所以白胡椒呢，它的这个辛温的这个性质呢更强一点，白胡椒呢要稍次一些，因为它加了一定的果肉呢作用是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这个温热性质啊，主要是在这个种子里边啊，所以它的药性的偏性呢有差异性。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就是前面这十味药都是就我们温里药啊要介绍的，其他章节呢还有，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不再重复啊。下面介绍第十四章，行气药，啊，十四章行气药，书上在209页啊。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这个介绍行气药的含义啊，行气药的含义。那么我们书上说，以舒畅气机为主要功效，常用于治疗气滞症的药物叫做行气药。简单的讲，就是以行气为主要功效，啊，以行气为主要功效，主要用于气滞症的药物，叫做行气药，嗯，记这么一句话就够了。那么要说明的一点呢，就是目前对于这一章的药物，有两种不同的称谓，我们这个教材呢，把它叫做行气药，啊，认为它是以行气为主要功效，啊，那么在另外的一些中药著作，包括教科书呢，把它叫做理气药，啊，就认为这一类的药能够调理气机，治疗气愤的病症，啊，称为理气药。一般呢，在称行气药的书上呢，说它又叫理气药；称理气药的书上呢，说它又叫行气药。那么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好像就是说是同位语，既可以叫行气药，又可以叫理气药。其实呢，这个行气和理气是不同的，这个是个学术观点上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分歧啊，分歧。那么认为这一类的药应该叫理气药的，它主要的依据呢，就是说这一类的药它对这个气机有调理的作用，它比较广泛啊。尤其是这一章的药物当中，很多药物不但能够行气，而且能够降气啊，所以它的理气呢，主要包括了行气和降气这样不同的两个方面，所以把它称为理气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一类的药物呢，它的主要功效是行气，降气呢，只是部分药物兼有的功效啊，所以称为行气呢比较准确，所以不赞同称为理气的啊。我个人的观点呢，我是同意这类的药称为行气药，不要称为理气药
啊，不要称为理气药。首先，称为理气药，它调理气氛。那么人体的气氛，这是很广义的啊。那么气氛出现的病理改变，现在至少有气滞、气逆、气虚、气陷、气脱，啊，都是属于气氛的病变，都需要调理。那么我们就说把什么气陷、气脱、气虚，把它除开。那么理气呢，调理的这个气氛，调畅的这个气机，一个就是气滞，二一个就是气逆。那么就把它局限在这个两个方面。但是理气本身不能反映药物的具体功效，我们这个是按功效来分类的，这个教科书理气很难讲是一个具体的功效，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没有很确定含义的一个术语。就是退一步来讲，我们给它赋予一个比较固定的含义，这个理气就包括行气和降气，包括行气和降气。那么我们来看降气，降气一个是肺气上逆，那么肺气上逆呢，主要就是咳喘，那么咳喘我们已经有止咳平喘药了，所以降肺气的药已经独立成章，没有必要和这个理气这个或者行气药再混在一起。那么剩下来呢，就是一个胃气上逆，降胃气。降胃气呢，主要表现在止呕。那么止呕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教科书没有分那么多的类，如果要分，它也是能够独立成章的。更重要的是，止呕的药，它不一定都是行气的药，它可以分散在不同的章节。比如说我们前面学的止呕的圣药，就是生姜，作用最强的，它不是行气药。我们后面还要学另一味止呕的圣药半夏，它是化痰药，也不是行气药。那么我们前面还学过藿香啊、芦根啊这样的一些止呕的药，以后还有竹茹、枇杷叶，都不是行气的药，但是很常用在止呕方面。所以这个止呕呢，它和行气没有必然的这种相关性。尽管有一部分行气药有止呕的这个作用，但是它不带有普遍性，不带有普遍性。那么尤其是我们在行气药这要学的这一章当中，有止呕作用的可能还不到一半，还不到一半。所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兼有功效比较好一些，因为行气就是一个具体的功效了，我们这个章就是按具体的功效在分类啊。那么每一味药都能够行气，这个也规律性也就出来了。那么降气呢，有少数的行气药能够降气止呕，如果说广泛的称它既能行气又能降气，那么止咳平喘药呢就已经发生了混淆啊。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最好把它叫做行气，不要叫做理气啊。当然这些有些都可以值得进一步来商讨讨论，这是关于这个含义的问题。第二，关于功效与主治啊，这个行气药的基本功效，那么就是行气二治啊，行气二治。那么治疗的病症呢，症候呢，就是气滞症啊，气滞症。那么气滞的基本临床表现呢，第一是胀，第二就是痛啊，胀痛，或者有的脾满、脾闷啊，三个症状，胀痛是主要的啊。另外有一个脾啊，我们后面再讲啊，它的这个特征。但是行气的这个功效在具体使用的时候，我们在概述当中呢就说了，行气作用比较强的这个作用呢就称为破气啊。所以行气和破气是同类作用，同类功效，有强弱之分啊，强弱之分。除了这一点以外，对于行气的功效往往要联系它们的作用的部位和产生的疗效，使用的时候常常不单纯的说它行气，有时候把作用部位，如果就部位而言，那比如说这个行气调中，那么它作用的部位是在中焦，是在脾胃；行气疏肝，那么是作用在肝脏啊；行气宽胸，那主要是在胸肺啊，在胸中，在肺
啊，与肺气壅滞这些有关。所以这个行气宽胸、行气调中、行气疏肝，啊，这个是把作用的部位和行气的这个功效联合在一起，啊，反映他们最佳的归经的这个部位。另外常用的是把它的效果，比如说行气消胀、行气散满，消胀和散满呢是差不多的，都是指的是胀满，行气消胀、行气散满、行气除满。比如说我们前面学的厚朴啊，厚朴，然后常与这个消胀的啊行气药，所以它的功效往往是行气消胀、行气散满、行气除胀。那么很多药呢，行气药是止偏于止痛的，就叫行气止痛。对于行气药来说，消胀和止痛绝大多数同时都有这方面的效果，只是富有侧重。一般称为行气消胀的，可能有的止痛不是很明显，但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止痛的作用，它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止痛的效果。就包括我们前面学过的，比如说厚朴、砂仁、百寇、紫苏等等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止痛的作用，只是呢它有的是以消胀为主，就没有明确地提出它有止痛的效果。那么我们后面有很多药写的是行气止痛，但绝大多数呢它也有不同程度的消除胀满的作用，所以不能把行气止痛和行气消胀绝对的把它都这样子对立起来或者孤立起来，只是说强调它的重点啊，强调它的重点。比如我们前面学的这个茴香、小茴香，可能止痛消胀它都比较明显啊，它有时候呢你就不能六个字一起写行气消胀止痛啊，往往呢只强调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很多书上小茴香还是写的行气止痛啊，并不是说它不能消胀啊，对胀满它是有作用的啊，这是联系到效果。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在气滞症当中啊，气机阻滞在胸中、在胃脘，常常出现一种这个脾症啊，一个病字旁一个否字啊，否脾症，有时候称为脾胀、脾满、脾闷。那么在一般的这个中医文献里面，包括现代的一些工具书上，什么叫脾啊？作为一个症状，气滞症当中一个症状是怎么一个临床表现，没有明确的表述。我是查阅了所有的书，但是根据我本人的体会呢，这个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似痛非痛、似胀非胀的一种阻塞不通的一种感觉，患者觉得很难受啊，很难受，整个胸部或者胃脘部这种很压抑、很堵得慌。你说是疼痛又不是典型的在痛，说它是胀好像又是软软的，不像典型的腹胀，敲一下就像敲鼓一样的，有那种鼓音，它又比较柔软啊，是一个很特殊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把它叫做脾症、脾满。可能有的这个比较瘦小的一些这个中年的妇女啊，就很多有那个胃下垂，那胃下垂那个饭后不容易排空，那胃里面很难受，你说它痛它说不呛痛，你说胀哦胀的也不是好厉害，但是很不舒服啊，其实那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个脾症啊。比如说这个张仲景说的这个心下如浮盘，其实就是排空比较困难啊，我的理解那个就是讲的胃下垂啊。这当然这个大家以后去学张仲景的著作里面呢是不是那么回事呢，当然这个可以考虑啊。其实这个也是气滞所产生的一个，所以有的行气药比较少，它行气除脾、行气消脾，就指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似痛非痛、非胀似胀非胀的啊，它有一定缓解的作用。这是关于这个行气的功效，就有这么不同的表述方法。那么所以我们学了行气药以后，不但要能够定位这个行气药主要作用的部位是在脾胃、胃肠，或者在肝，或者在肝脾、肝胃啊，一个定位。二个，它主要表现在是止痛、是消胀、是除脾，
这都是它一些个性特征，对一些典型的药，那么都是要分清楚的。那么只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这个行气药呢，才是掌握的比较好，临床应用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准确了啊。笼统的指说一个行气二字，部位不清，效果不明，那么这个学习的任务并没有真正的完成啊。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功效和主治啊，基本的功效和主治。另外呢，兼有止呕的作用啊，少数的行气药兼有止呕，那么用于这个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啊，这是关于这个功效和主治，就是总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一个性能特点，性能特点，行气药的药性绝大多数偏温，绝大多数偏温，包括我们前面学过的厚朴、紫苏、砂仁、北豆蔻啊，这样的小茴香等等，都是温的。我们在这一章呢要学的，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药，都是偏温的。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偏寒的只有两味药，一个是川链子，二一个是这个青木香啊，川链子和青木香。那么大家记住了这个特殊，普通的、普遍的就好记了。那么这个行气药的药性多数偏温，如果你要一个口服川链子、青木香，偏寒的啊，偏寒的。那么至于枳实，很多文献也称为它是微寒，那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们把它避而不谈啊。讲那个药的时候，我们可以顺便说明一下，其实枳实的药性到底偏温偏寒有争论，有争论，是它不是个真正的偏寒的这个行气的药。有意义的，在我们要求的药当中，主要就是个川链子，啊，所以药性，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规律性。药味、辛味、辛能行，行就包括了行气。另外这一类药都很芳香，说不管从性状或者性能，这个辛味它都是能够统一的起来的啊，辛味。那么有的药呢，又能够燥湿，又有一定的苦味，所以苦味呢比较少，一般都有辛味。这个归经，那么行气药要不就作用在脾胃啊，那就归脾胃经；有的兼能够作用于肝，那么就归肝经；有的还能作用于肺，就归肺经。但是要学的每一味行气的药，它都可以归脾胃，它都可以用于脾胃气滞啊。所以这个又是我们这一类药它功效和主治和性能特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从第一味行气药到我们这一章，就是除了一个不典型的行气药，那个四地本身不是行气药，没有办法归类啊，除它以外，那么就包括四地，它不是典型的，但它也能归脾胃经啊，所以这个是个共同的规律。那么兼能够入肝经，能够疏肝的，除了脾胃还能归肝经，所以这个归经也是很容易这个掌握的。那么这个除了两个苦寒的药，尤其是这个川链子有毒，其他的都是没有毒性的。第四个问题，配伍应用，那么也是一个寒热虚实啊。那么气滞有寒的就配伍温里的药，有热的配伍清热的药啊。不管在哪一个脏腑有虚的，那么主要是这个脾胃呢，那么就是补气健脾。在肝呢，可能有这个肝血虚啊，肝阴虚又有气滞也是可能的，那么就配伍补肝血补肝阴的啊。是这个虚实，这个实除了寒热，一个湿浊水湿，湿主这气滞啊，那么配伍这个除湿的药，利湿化湿啊，这都可以。一个湿，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比如说痰，有痰的那化痰的药，有这个淤血的活血化瘀的药，有饮食积滞而引起的气滞，那么配伍消食药。如果是有寄生虫啊，肠虫也可以干扰这个胃肠的功能，造成这个气滞，那么可以和驱虫药同用啊，等等啊，这个其实配伍呢是相当广泛的，不外乎就是寒热虚实啊，寒热虚实。那么大便不通，
不能同讲，也有气滞啊，也可以这个和泻下的药物。所以这个配伍的这个应用呢，和这个芳香化湿药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其实它们都是作用于这个脾胃的啊，互相影响。所以这个配伍的原则都可以通用。那么第五个问题，使用注意。那么也是适合于我前面讲的啊，前面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阴症选药，这个阴症选药呢，主要部位，比如说是脾胃气滞的，主要选行滞这个行气这个调中的；如果是肝郁气滞，主要选这个行气疏肝的；如果是气滞疼痛，那么选肠郁止痛的，也就是行气止痛的药；如果是行以腹胀为主的，那主要选这个行气消胀的啊；如果是脾闷脾满的，选这个行气消脾消脾的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阴症选药啊。那么这个另外这个阴三阴治理呢，那么可能有也可以有内容啊，但是意义不是很大，那么我们可以就把它省略到掉了。当然因人也是可以了啊，但是这个一般不是很典型。那么也是重病机制，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行气药要耗气，过用了过后就造成对正气的耗伤，也是要重病机制的。然后它的病症禁忌，那么行气药呢和芳香化湿药一样，都是偏于温燥的，偏于温燥，那么伤阴的、伤津的啊这一类的，或者这个气虚的啊，要慎用，要慎用啊。另外有药材方面决定的，这个也是芳香药，一般不宜久煎，所以要保护它的芳香气。这个也类似于芳香化湿药，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它的使用注意。那么这个这个呢，它和这个前面的一章我们可以把它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概述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下面我们介绍这个行气药当中的具体的药物。那么第一个药物呢是这个橘皮，那么就是我们一般那个水果当中很有名的，在这个南方地区都出产的这个植物橘啊，橘的成熟的果皮，当然它是红的，这个颜色有一些失真啊，有一些失真，其实它是很红的啊，有的又把它叫做红橘啊，红橘，用它的果皮走成熟了的作为药用，所以称为橘皮。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前人认为呢，它新鲜的其实不是很适合做药用，稍稍的放一段时间，以陈酒使用，所以有的更多的情况把它叫做陈皮。那么陈皮呢，也就是橘皮。那么现在认为这个广东新会地区产的这个橘皮呢，其实它是另外一种植物，那种茶枝柑啊，茶枝柑的一种成熟的果皮，称为这个广陈皮，认为质量也是很好的啊，所以现在是等同的使用。过去呢，把它叫做这个广皮或者广陈皮、广橘皮啊。这个药物的基本功效呢，行气调中，那么它主要作用在中焦，所以一般来说呢，肝郁气滞呢，用橘皮的比较少，主要是在中焦脾胃。那么橘皮呢，调中，重点呢在于消胀，它止痛的作用比较弱的。凡是这个脾胃气滞出现了脘腹胀满，脘腹胀满不能寒热虚实，不能什么原因，橘皮都可以选择使用。那么我们书上举了很多不同的情况，有寒的怎么配伍，当然配温胃的药，温脾胃的药，有热的配伍这个清胃热的药，脾胃虚弱的那么配伍这个补气健脾的，比如说今后的益功散或四君子汤一起使用，有湿浊的配伍芳香化湿的药等等，大便不通的也可以配伍这个润肠或者泻下的一些药物，什么样的气质都能使用啊，都能使用，所以它应用很广泛的。另外为什么称为调中呢，那么除了消胀以外呢，它还有一点降胃气的作用，所以略有一点止呕的作用，略有一点止呕啊。所以对于这个脾胃气滞出现了恶心呕吐
在一些方当中也是常常的使用橘皮的啊，从这个张仲景的橘皮竹茹汤这样开始，实际上不仅仅在于消胀，也在于降胃气，活降胃气啊，止呕。所以这个之所以它比较重要，放在第一位，就是它的广泛性啊，广泛性非常温和的一个药啊，只要是中焦与气滞有关的啊，全都可以使用。另外呢，这个橘皮的第二个功效燥湿，那么燥湿呢，我们书上就没有对应的主治，为什么呢？把它分解到了一火二啊，或前面一火三这两个功效，把它互相结合起来。那么在气滞当中有实主气滞，中焦水实停滞，阻碍了气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既用橘皮来行气，又用橘皮来燥湿，比如说平胃散，平胃散，那么是两个功效同时发挥啊，实主气滞，所以它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那么燥湿呢，表现在另外一方面，它治疗痰多，常常治疗食痰，有利于食痰的捐化，它和化痰结合在一起，它就是燥湿化痰，主要用于食痰咳嗽，那么它又没有独立的必要了，所以它有三个功效，只有两项主治啊。因为这个燥湿可以分别和第一和第三两个功效的主治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书上呢，这个相对的燥湿就没有，那么就是第三个功效化痰，那么对应的就第二个主治啊。所以这个橘皮呢，它既是一个化痰药啊，它不但能够驱除痰浊，又能够减少痰的生成，它通过这个燥湿行气，脾为生痰之源，那么脾这个湿困，湿主气滞，往往呢使这个痰的生成这个更有这个助长，那么通过它的这个行气燥湿呢，有利于减少生痰之源，一旦生成呢，它又有一定的驱痰作用，但是它是一个温燥的药，所以痰最适合的是湿痰，湿痰咳嗽，这个我们今后讲化痰药的时候再讲。那为什么还有寒痰？寒痰本身是在湿痰的基础上，它有寒象而已，它本身就有咳嗽痰多，都需要燥湿化痰，所以橘皮呢，不管湿痰咳嗽症或者寒痰咳嗽症都能用。比如说二陈汤，二陈汤的一陈就是指的是陈皮，那么主要的取得这个燥湿化痰这个功效。那么这个橘皮的这个基本的功效应用呢，就是这样啊，这样。那么后面有一些副药，就是橘这种植物，它不同的入药部位啊，但它都是作为行气药，有的主要在肝，有的主要在胃啊，有的主要止痛，有的消胀。那么自己看一下啊，有比如说这个橘黑、橘络、橘叶，化橘红啊，化橘红。那么有必要要说明一点呢，是化橘红。古代的橘红呢，是这个橘皮，它有两层，外面的一层是红的，里面的一层是白的，把里面的一层白的把它挖掉，剩下的红的那一层外皮，把它叫做橘红。但这种药材在目前的商品药材当中基本上没有了，而是用另外一种植物的果实来代替，用的就是化州柚的整个的果皮，现在把它叫化橘红。所以古方里面的橘红实际上现在